情况是，就是金丰筹这边我也跟他说了，就是我筹的是急而不是穷，因为我是突然一下入店的，然后我们公司去年呢又因为被供应商骗了，就是流水都断了，就是我们作为里面的合伙人都自己贴钱在给公司周转，就手上没有什么留什么余钱。就是我说了，我们家现在也借了嘛，就是我舅舅他们也已经凑了8万块钱给我了，但是大家都是普通的家庭，就没有人说就说哎我今天借明天就能借够，就是肯定大部分人的家庭也没有这个条件。就是一开始我用金丰筹也是，我说的是因为急，是因为医生他说他建议我到广州去做，那我肯定是希望就是说不至于到时候等一会医生说你这个病要用什么全部都是进口的自费药，你这个一天就多少钱，你这个治疗下来得多少钱，我要是没这么多钱，那我不是就对吧。并不是没有借，而是想着就是说一起来，就是要是朋友圈有人愿意筹一点我就筹一点，然后亲朋好友那边要是能够借的我就去借，就是一个一起在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就只依靠网友的力量我就不去借了，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在他筹款过程中是有患者的，是有用户来举报他的这个家庭资产情况没有做这个如实的说明，然后我们也联系到这个项目发起人，然后跟他就是问询这个情况，后来我们也建议他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捐款退回去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实际上是目前的公约里面是要求患者他在这个我们的筹款信息里面尽可能真实准确的公示他的个人资产情况，那对于没有公示个人资产情况的，如果有网友们提出质疑，那我们会那个去核实，应该建议的大家都是自律然后自行这个公示。